好 ，AHS 倍数分哈，指数千点的波动倍数合理。冷静的思考一下，从上礼拜到今天。上礼拜到今天，你有没有掌握到倍数的获利？啊，你买股票上礼拜到今天，你有赚一倍吗？啊，所以张老师已经跟大家讲，从上礼拜已经跟报告指数这里千点的波动，倍数获利啊，要好好把握，好好把握。那相信 AI 程式，多空不是用猜的啊，你要有专业的依据啊，要根据 AI 程式啊。恭喜所有全国同学。啊，全国 AI 城市的同学，从上礼拜到今天，我们放空两趟，有没有送你千点倍数的获利啊？啊，帮你掌握到1200点的行情啊，大行情啊！啊，好，很简单啊 ，AI 城市倍数班啊，希望大家把 AI 操盘工具带回去啊，指数操作多空千万不要用猜的，不要用赌的啊，不是来，不是用猜的，不是用赌的，好不好？那 AI 程式计算大无筹码，你只要脚踏实地跟着 SOP 执行操作啊。那 AI 程式有明确的多空讯号啊，时间价位，所以多空根本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你跟紧 AI 程式，从上礼拜到今天两趟1000点以上的倍数行情就是你的。好，从上礼拜怎么做啊？5月28号上礼拜来，全国同学。5月28当天台指攻到221994啊，来到22000咯。你在干嘛啊？你全力做多啊，你全力做多到今天赚多少钱？很多股票你都套死了啊。来 ,5 月28当天大涨创新高 ,21994。我们跟你讲什么？我说大盘从去前年12000涨到22000嘞。经过什么1、2、3、4、5，整整波浪理论五波的上攻，从12000攻到22000，已经涨了10000点哎，那又经过了五波，那目前是第五波陌生段嘛，所以这里要赚钱，唯一的方法，你要把握什么？把握向下避险放空啊，兄弟，好好想一想，上礼拜21994哪个老师不是跟你吹牛拼命做多？啊，你买股票到今天有赚钱吗？对不对？好好看一看，上礼拜的联军100多，今天80 ，AI 光宝120，今天100。我跟你讲，很多股票已经杀了两成了，你都傻傻搞不清楚。啊，宏基上礼拜60，今天50，所以你这个地方五波陌生段已经走完了嘛，所以这里涨了10000点了啊，所以这里赚钱开始要。向下避险放空操作，尤其指数这里动辄千点的行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跟你讲第五波的陌生段嘛，你要赚钱21994跟着我们把握把握，向下放空，向下放空啊，这里千点波动倍数获利啊。那5月28号怎么操作的？来，全国同学，5月28号 AI 程式，全国同学亲眼见证5月28号 AI 程式转空嘛，21962空，就这么简单呢。所以上礼拜已经跟你讲，这里是第五波的陌生段，开始要进入中期修正，对不对？那 AI 程式5月28号转空，不要客气，把握放空。所以5月28号21950空，2197022000附近把握把握加码空啊，到了1点多2199422000附近都来了，随便你空。所以上礼拜5月28号带着你21950 970 22000附近把握把握加码放空，哎，全国同学29号对吧，指数还在21700多点，跟你讲空单全面暴露，还要杀，还有低点。今天呢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21200呢，今天早盘700多点呢，是不是快要1000点呢？一口就15万呢啊，五口就70几万呢、欸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一早再度杀低21260，700多点，快800点呢、欸，是不是啊？那今天早盘我们不啰嗦，9点多，对不对？波段空单大跌700点，可以怎样？可以部分当冲、短冲获利回补嘛？你有五口，你补个三口啊，三口也赚了快50万呢、欸，是不是？你有十口，补个七口，补个八口啊？七八口也赚了100多万嘞，短短一个礼拜，这不是钱吗？
我们操作目的就是获利嘛。所以上礼拜2199-4970带着你全力全力全力空，对不对？空单全面暴牢，今天一早700多点 Bingo， 对不对？先部分获利回补，好不好？五口补个两口三口嘛，对不对？三口就50万呢、欸、十口补个7口8口100多万、欸、不是很好吗？放口袋啊，对不对？获利回补上来我们会带你再空，上来我们会带你再空，因为指数这里会来回震荡嘛。所以恭喜大家上礼拜全力放空送你700多点啊。好，前两天6月3号怎么操作？来，6月3号跟你讲错过21994放空的，对不对？那 AI 程式转空，把握把握反弹的空点。来，6月3号看一下，6月3号大盘强弹哦，弹到20700点附近哦，对不对？所以6月3号当天跟你讲强弹把握放空嘛，对不对？强弹把握放空嘛，你错过21994的空点，对吧？前天21698把握强弹放空，来6月3号有没有？一开盘，对不对？错过21994的空点，短线21630放空，哎，到了11点多21698，哎，对不对？10点钟21700附近加码空，对不对？到了11点21700附近，你看都来了嘛。所以前天6月3号趁大涨2163021700附近把握把握把握放空，今天一早又快500点呢、欸、一口又要快10万呢、欸、五口就快50万呢、欸、邱同学是不是啊？所以前天的放空送你快500点，上周的放空21994今天空单送你快800点呢、欸、对不对？400多点700多点，所以从上礼拜到前天，对吧？两趟的空单送你有没有1000点？1000多点了嘛，好不好？那重挫早上大跌700多点，当然可以部分回补，上来我们会带你再找空点了、啊、恭喜全国同学啊！上礼拜更新脚步，两趟的空单已经送你1000多点，倍数的获利嘛。所以上礼拜我不管你操作什么，买股票买什么，到今天你有赚一倍吗？你有100万赚100万，200万赚200万吗？没有嘛，不可能嘛，你很多股票套牢哎、欸。所以上礼拜操作指数100万就赚100多万，200万赚200多万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这地方好好把握指数的波动啊，相信 AI 程式，相信 AI 程式，好不好？那大盘已经从去年是吧，从12000来到22000了啊，经过五波的啊这个陌生段的一个结束啊。大盘这里要赚大钱，就是要把握向下避险放空操作啊！波段已经涨了10000点嘞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盲目的追高啊！现在台面上95%以上节目，每个人都傻傻跟你讲，拼命多，拼命多买。我问你嘛，上礼拜买光宝的人120，今天杀到100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你去买联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100，今天杀到80，哎，很多股票一杀已经赔20%了。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，好不好？那逢高避险啊，指数千点的波动就是倍数的获利。那第五波的陌生段，把握把握把握反弹的空点，反弹的空点在哪里？反弹的空点在哪里啊？指数要如何操作？很简单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赶紧啊，跟上脚步，把 AI 操盘程式带回家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善导寺，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。哎，同学同学，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？我在听这个哦，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哎，太有 sense 了吧！拜拜拜拜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好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跟我一起轻松理财。Thank you.